全都得死。等一下，还有极速战哦，所以是真正极速战哦。哇，麦拉又来了。的男子，我就是正义。是自言战斧吗？假的海盗啊！好，死囚找到了，想说他应该不能带才对。听我的歌跳舞吧。OK。我就是正义。离开我的丛林！兄弟会将获得胜利。没有足够的法力。大概会吃一个盾猛吧，他没有斩伤。听我的歌跳舞吧。combo piece 齐了，可以再多绿一张之类的吗？他怎么带这么多草凤啊？我也终于单紫色了波浪合约。再绿一张，再绿一张，你颗颗笑，我也颗颗笑。如果能拿到瓦利拉的话，我们就大功告成了。有牌不抽感觉很奇怪。这他有斗殴，而且会冲击。我要等 DK 啊，里面其实只剩九张牌啊。炫啊，加盾男爵。站住，口令神。我就是正义。我可以考虑把章打掉。因为里面其实只有八张牌，所以我假设手上有可以拿住那么多张牌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拿到所有的牌。
OK， 瓦伊达来了，太棒了，就在等你。别想逃出死亡阴影的笼罩。这算无限之战，不过我们种菜应该是会赢。我们真的是种菜，我们真的是种菜，应该真的会赢。注意，太注意！对，这里面有七张。假设我准备，我要雇佣你。所以我们 combo 是长这样。还有你，我要雇佣你，还有你，还有你。谁可以把这闷走啊？纯粹是让它比较慢一点，因为说实在，我们这种起来应该就所向无敌了。我们现在牌组里面有四个实验室招募员跟三个蹦蹦兔。他应该可以全清啊，只是他的场面会蛮失控的。我今天想打这张，可以。对啊，这样子感觉还是比较好。我要雇佣你，还有你，还有你。我要雇佣你，还有你。啊，应该打金卡的。攻击心态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可以打两个蹦蹦兔，然后我们应该暗闪一个蹦蹦兔回来，然后握在手上。如果有空的话，其实也可以不用啊。应该说我们这可以暗闪这个回来，他感觉不会解这一只。然后用这个打一波。我在玩命的关头。随便零费，那我们再打，算打对吗？我们要一个合体，一个不合体吧？这样感觉比较对，一个合体，一个不合体。兔兔的胜利！这副好难赢，这副赢了两次啊，还行啊。这副其实蛮好打，不受 TK 的控制。我就是正义。就成功率，就机神成功率，牧师的成功率应该是非常高的。我就是正义。打到第五轮，对面已经变成45滴血。我的商品最划算。
他是极神呢、欸，他是极神呢、欸。我可以闷这只，爆他一张牌之类的，好像应该要这样打。从前从前，有个来自吉尔尼斯的男子。从前从前，有个来自吉尔尼斯的男子。我的手开满了。嫩枝。我的商品最划算。他这样抽还蛮容易爆牌的。那如果纯法术的话，手牌量会一直维持在九张，然后可以再用消失再爆他一张牌。我的手牌太多了。听我的歌跳舞吧，我的手还满了，我的商品最划算。他是极神，末日即将来临，我们没有闷棍，其实还蛮糟糕的。好，所以下一个计划是让这只活着，然后我们可以打一点酱油。因为这样他的法术会不能出、啊。我的商品最划算。末日即将来临。来跳舞吧。我没有牌了，我要雇佣你，还有你，还有你。我就是正义。他可以解掉一只拍卖师。哦，一张，两张兔子。我快没有牌了，我的手牌太多了。涨水晶，还有五轮哦，他可能没有散播。我没有牌了。我要雇佣你，还有你。还有你，安琪，跳舞吧。他可能还有一张自然花。兄弟会将获得胜利，我就是正义。应该也是要把压力给满了、啊。他刚用一张自然花，他有可能没有自然花。虽然我觉得他应该要有啊，因为他抽了一堆牌、啊，看起来在找牌、啊。可他用这张自然花之后，他克苏恩就做不出来了，不是吗？好像是哎、欸，他就没有办法做克苏恩启动自然花的 play。你喜欢玩我吗？这也就烧两下而已。人家树皮也用掉了吗？全都是投靠。欢迎参观我的画册。我就是正义。我快没有牌了。还刚好剩一张，
他还要把手牌打完啊，不大可能啊。我赢不了他们。啊，对面是牧师，理论上会跟我玩一下游戏，是不是应该要，还是应该要带两张加一层啊 ？Oh my god！ 要干嘛？哦、oh ，好难玩哦，好难玩哦，想看，奇亚斯。我就是正义。欢迎参观我的王子。你可以靠近一点。我要雇佣你，还有你，还有你，我就是正义。问题是抽牌，问题是抽牌。你可以靠近一，快过来试试。我其实想要打了。我没有牌了。其实考完可能应该暗闪这只。因为他这里要钱币型奸笑，这样应该不会被惩罚吧？他如果只是治疗的话，我们等下可以合体，他就死了。来吧，奸笑我吧！就是这样，干得好啊！欢迎参观我的皇宫，我就是正义。所以我实验室招募员会再放三个蹦蹦兔进去。终于，永恒的生命。我不想抽牌。从前，从前有个来自你可以靠就是正义。他好像死了，他好像死了。兔子 OP 啊！哈哈，他GG了。好，应该合体啊！玩的不错啊！你打败我了！哈哈哈哈哈！Yeah.